我都45岁，你们还要我装可爱？我真的可爱的时候，你们就说我装嫩，稍微成熟一点，然后没有太多的笑容，就说我那个状态不好。你们想怎样？中天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Yuki 徐怀钰。飞起来。所以你就是晒衣服的时候真的是清唱，然后对方就觉得哇，你声音很好听。挖掘我那个人住在我家对面，他是个录音师，他要去找我的时候，他必须要去透过以前叫干妈点嘛，然后去知道说，哎，那对面那户人家住的是谁的小孩，所以他这样联系上你这样。对，我有想过是诈骗啊，想说骗谁，但拿了名片，后来拿了名片又想说，嗯，好像也没有，好像也没有太奇怪，因为递的照片就是写老翁老师的名字嘛。对。然后想说，哎，这不是我在飞碟常看到的这个人吗？说到名片之前，有没有想过说想要当歌手？没有，我没有想过要当歌手。我只是很开心在上面唱歌而已。有想过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吗？我其实只是想读音乐学校而已啊，当个对钢琴手或者是小提琴手。你从一开始出道就爆红。就是幸运了。你回去看，会觉得哇，真的很梦幻。人生不就是一场梦？25年首次登上小巨蛋，心情如何？很复杂，但是也是开心的。对，因为可以站上去小巨蛋，这应该是每个歌手的梦想，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希望那个支持我25年的朋友、观众、在歌迷们，跟喜欢我的路转粉的，麻烦请你们赶快尽快加入我们。票数卖完了。所以我们只能往2楼走了，大家加油咯。有没有一些歌是你真的不想再唱？你有这种歌单吗？不想再唱也得唱啊，啊就想听啊，不然我怎么办？我也不能说不啊。然后没唱这首歌也要被叫，然后唱了这首歌，然后又说为什么要唱这首歌？后来就决定就是，反正我说唱就唱，不唱就不唱。伸出双臂。庙之类的会吗？那些倒不会，因为我们会有重新编曲。哦，我还想说会很可爱，跟当年一样跳那个。我都45岁，你们还要我装可爱？我真的可爱的时候，你们就说我装嫩，稍微成熟一点，然后没有太多的笑容，就说我那个状态不好。你们想怎样？可是你因为这样，不就会有一些奇怪的新闻？像之前不是说你坐在角落，然后面无表情。今晚没事要我表情啦，因为我没事不想笑。嗯，没事笑很奇怪。以前因为要大家都觉得我就是元气的代表，所以你就会笑得很开心。对，然后但你出国的时候，你还是这样这样笑，然后大家觉得说，在干嘛？对，干嘛？这个人怎么了？然后也有陌生人对我笑。嗯，然后后来发现，我正在大家想要对他笑的时候，他跟我这样点头，这样其实他在跟后面的那个女生笑，不要乱笑，真的。还有笑太多会长皱纹，如果你想要保持年轻，没事不要乱笑，微笑就好。Thank you.
情上面呢？保持空白就好。应该很多人追吧？没有，因为我根本很少出门，到底谁会追我啦？当你工作好的时候，你的感情就会比较差，平衡得很好，那是因为你遇到了一个灵魂伴侣。所以你不会想说要努力找一个灵魂伴侣？努力是找不到的，你会遇到就是会遇到啊，你不会遇到你求半天也是一样啊，你会单身就是注定单身啊，单身也没有什么不好啊，因为现在男生你要找到成熟稳重的比较难，定心定力的很难。所以是有之前有遇到不是很办法有定下来的这种吗？男生很难定下来吧，男生都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才会想定下来。摄影师，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我很晚了，30几岁。那你为什么想结婚？就要定下来。是不是？那在这之前你有想要定吗？没有。年轻怎么会定？是不是？你看不会定的话就是不会定，灵魂伴侣很难寻找的。三喵喵喵，我想叫叫叫。二，我是女生。Yuki is back。一，抬起头，正面。10月7号，台北小巨蛋，徐怀钰倒数3秒演唱会。我就是小小